暑假小孩子放假到哪玩才能尽兴呢？爸妈别烦恼哦，世间情演员陈冠霖带着儿子小布同游海生馆，发现这里根本就是寓教于乐的天堂。哇，你看他的鼻子跟我们一样的。哎呀，我的妈，小白鹰可不可爱？可爱。不可以做这边有北极熊吗？来，这里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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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王鱼博士要出题了，暑假要上玩海生馆，特请王鱼博士出题，要获得好礼没那么简单。陈冠霖父子闯关，最后有没有成功呢？就请锁定明天完全娱乐。